发啦！来呀！来嘛！来嘛！来，变了！哦，米奇！米奇！嗨哟！今天的手气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一把都没赢到了！哎呦！好，鬼子还是什么啊？翻牌！你看到我赢吗？叫做大小声这样子。来来，变！哎呦！好了，我们笑。变！选米奇！好！好！不咯！我跟你讲，无咯吼，一年胖天三百六十五天拢在做啦。 人讲哦，好事总是发生在最后。待会人讲哦，这哦虽然靠背到，发票哦通杀即来。这衰啊哦！快快快，少啰嗦！来来来，给你，拜托拜托拜托。对不起啦，嗯，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都给你了。啊啊，没钱的了。哎，要不要？喂喂，这什么东西啊？船票啊！我拿船票干什么啦？我要钱呐！啊！ 我跟你讲，徐宝纳多，嗯，这张船票啊是最豪华的游轮啊，嘿，上面有吃有住有喝，还有的玩呢。嘿，我跟你讲，这张船票啊是开往美国去的，美国是个淘金的地方，尤其是铁水尼号的船票。啊，我吐了，丢啊！丢啊！你吐了啦！我想这张船票会改变我的一生，铁水尼号。没想到我徐宝纳多。 穷了一辈子，终于机会来了！我要到美国去，我要开创我光明的未来。到底花几呢？好几呢？好几呢？徐宝纳多万万没有想到，拿到这一张船票，才是他这一生最倒霉的开始。 上船开始，你脸色就这么难看，难道你就不能开心点吗？不要再叫我柔师了，什么肉师的？喂，我跟你讲，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中立普星的捕鸟，哈干捕鸟嘛。我身为中立普星人，我始为中立普星的捕鸟，我就叫做董叶发，行不改名，中不改姓，叶发叶发叶龙叶开发。你给我住口！国超是你未婚夫，哎，你们两个要到美国开始你们新生活。 你以后啊，要好好爱国超，知道吗？妈，你不要强迫我好不好？我就喜欢待在中立普星嘛，那你可以养土鸡，可以做麻油鸡、薯扒鸡，可以做这个扇贝鸡。你为什么叫我叫美国气呢？罗斯，我到底哪一点配不上你啊？凭我这么老的条件，为什么呢？啊！嗯，对不起啊，我们借不说话。嘿，你看国超长得又帅，家世又清白，他有什么不好的？ 他可以用啊，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很简单的。什么形容词啊？你看就是什么？啊，就是啊嘛，对不对？嗯。然后跟分开叫什么？烈。对呀，所以他这股热，讲起来他非常重。啊烈。啊什么？你说我恶劣啊？这么巧，借不说话你都听得到啊？哎，就三不说话。月花，其实你也知道啊。 我们家已经欠人家一屁股债，要不是看上他有钱了、啊，我怎么舍得把你嫁给他、啊？什么？原来你是看上我家的财产了啊！没有没有，对不起啊，那我们借五步说话哈。借五步说话啊！哎呦，妈，这个声音呢，小声一点，以免他又听到了。对，嗯，其实我妈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跟他到美国去的，你就不要再强迫我了嘛！哎呦，月花，嗯，你就再忍耐一下。你看他那个脸是短命相哎，他死了，所有财产都是你的。什么？你咒我死？还找到他呢？哇，这不也不知道？哎呀，我说啊，我总算找到你啊，这人生当中唯一的优点了。 就是啊，你耳朵啊是好的，不是阿贝的，你耳膜还没有破，你人生之外只有这么一个优点啊，就是你不是阿贝。嗯，我跟你说，我是那么的爱你，你的一举一动都牵动了我的心，你的眼，你的眉，你的鼻，
还有那动人的身材，我无法控制我自己，你懂吗？我就是那么爱你，我也没有办法，罗斯。哎呦，对，这什么事？什么事也不同意啊？那我们就坚持不同意啊！啊，这个是中意的中心水。喂喂，那是真笑的哦！啊，你把观众当作瞎子哦？这董月花，你看又肥又油又丑，你到底是不是跟他讲啊？你是我台湾人的主角是不？敢讲啊？哎，帅，这位朋友，你别看过老慢，你讲话太尊重了。是这样子啊，这位观众，您可能误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故事的情节是发生在10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美女的这个审核的标准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啊，我给你看看这个当时美女审核的这个标准图，你就知道了。那个时候的美女呢，她的腰围要大于她的臀围，那么她的胸围要小于她的腰围。您看看，董月花非常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堪称是美女一枚。这样您了解了吧？谢谢。你说的我都相信吗？太笑了，我蛮懂你的。这个中学生啊，你讲话不要这么样子哈，武断嘛，太主观了。我可以啊，现在去问一个这个100多年前的朋友啊，他可以跟你解释清楚。那个时候标准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我有跟你说半天反话的话，那我就发誓决定退出这个新闻界，好不好？谢谢。不是啊，你不姓周，乱发誓。是，谢谢。好了，哎，你们都不要再说了。总之，罗斯，既然你已经上了这船。这婚我们是结定了，到了美国我们就马上结婚。你干什么？我跟你讲，我是宁死不屈的，不要说上了船就跟你结婚，我就算上床都不跟你结婚。你呸！你是胆小。罗斯，罗斯，你不要拦罗斯，不要拦他，他只是耍性子，马上就没事。锤锅子啊！你是社会的败类、寄生虫、杂
水、垃圾、废物，整我严重的讲起来，你太记错了。小姐，现在不想死了哈、啊？真是太过分了！你看看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二就是啊，是不是？对，要、这个、分开来呢，裂开了。对，就叫做啊裂，你太啊裂了！你看看，你求求你，怎么帮帮忙的？救救人呢？你救表干什么呢？你是，你过来了。是，你过了栏杆，你现在不想死了，对不对？我不是，我要跳，我。哎呦，我怎么从那边就跑过来这里跟你站在这边呢、啊？我是要自杀的耶，我怎么会站在这里呢？我刚刚如果没有用这种激将法，你会翻过来吗？你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这个地方吗？人生这么美妙，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小姐，你的内心一定遭受一个很大的挫折，要不然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哎呀，没有想到我有这么一天。竟然有这样子的小阿姑，你这样子关心我，尤其你是那么样的真诚，来观察，来看我看得这么入微，是，我真的有一种前所未有莫名的感动。小阿姑，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讲起来我们也算是混头缘，可以问您是什么名字啊？就是您是相马街啊？马该淼啊，在那里呀、啊、他们都叫我徐宝纳多。太奇怪了，新宝纳多，一人吃二人补，胎儿健康妈妈壮，不是妈妈健康胎儿壮。而且我还有一个很好听的英文名字，他们都叫我杰杰克。你叫杰克？是是，这个真是人如其名啊。你看看，你人长得这么帅，又这么英俊，又叫杰克，真是太有男人味了。那您叫做？我跟你讲，我虽然是这个中医进了这个夜班，可是我即将跟我妈妈坐船到这个米国去呀、啊。我这个英文名字叫做柔丝，柔丝不是。肉丝，肉丝，请读我的唇。肉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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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丝。炒菜不必放肉丝，炒菜不必放肉丝，这什么名字啊？不过小姐，你既然人长得这么漂亮，而且婀娜多姿，气质又非常的高贵，您这一死不是太可惜了吗？是，我应该趁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好享受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呢、啊。原来。叶苦，你是爱上我了，所以我说，一个拥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美的女人，是永远缺少不了的。谢谢你，叶苦。Rose， 叶苦。就从这一刻开始 ，Jack 和 Rose 就已经萌生了爱意。这一对年轻、充满热情的男女，正用他们生命中火热的心，去燃烧串起他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杰克，你看今天海上的风景很美耶，尤其是在这个黄昏的时候。是，你看那云彩，那夕阳多美啊！是，杰克，你真的好浪漫哦。我要跟你说，是，我现在要带你去船头。杰克，你好坏哦！你现在带你去船头。船头。啊，船头。是是。我们得迎这个风，我们迎着这个浪，这种感觉多好。是，你信任我吗？杰克，你讲什么废话？我心里面是非你莫属，所以我信任你。当然，我知道你也会保护我，对不对？我当然会保护你。谢谢。现在我的心里面只有你一个。哦，杰克。我现在要让你感受全世界最美的一种享受。真的吗？你能不能到这个船首上面？啊？到这外面吗？是。好。哦，杰克，今天风浪很大，这个叫我爬出去是很危险的。是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呐。不会，只要有我在，中国一定强。这跟你什么关系？我会好好的守护着你，我扶着你。杰克，还可以吗？是。再讲一次，很危险。我知道，不危险。好好，转过来。哇，风真的好大，风好大。我来了。浪好大。杰克，我坐好了，
把手张开。好。不是，那不是手，那是脚。谢谢。然后把心，用心好好的去体会，把眼睛闭上，用你的心灵好好的去享受。结果我正在飞，结果我就是感觉到，我就是觉得好美，那个心灵的那种感应，我觉得我不再孤独了。你完全在全世界的最高点，而且我真的在飞。结果我现在该怎么办？你现在手放掉，你相信我吗？你真的要保护我？好，手放掉之后，你就用心去体验那个飞。好，我放掉了。你等一下，你信任我吗？会危险？不危险，只要有我在。谢谢，我信任你，你保护我。手放掉了。真的会飞吗？放掉了，飞起来了。孤立了，因为我们穿上救生衣了。是不是我穿上这副救生衣啊，你会不会嫌我太胖太肥了？因为你本来就不瘦啊。不是、哎，不是人长得丑都不肥哦，怎么连音乐都没有啊？是穿这个虽然不美，但是老实说，这个音乐还需要来一下吧。多少来一点，大家配合一下。不过这个原声带都有音乐的嘛。对。哎，这个电风扇是停电了是吧？电风扇来一点吧。哎，有数字啊，发骗子发浪子，那个电风扇是停电。哎，那个干冰买200块好不好？干冰好不好？配合一下。是不是没有那个烟嘛？这个气氛出不来嘛？至少给10秒钟的美吧。叔，谢谢。Rose, I love you. 见过 ，Me too. 这就是野水泥号最美的一个最完整的画下的句点。结果我是真正在飞翔吗？真的在飞翔，好美，我好爱你，谢，我好爱你，若是。漂亮的房间呢、啊？但是罗斯找我来这边，怎么没有看到他的人呢？罗斯，罗斯，罗斯，杰克，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我们不是约好了吗？罗斯，我们才认识没几天，你现在就已经这样子，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快啊？哦，我说杰克，你这个色狼啊！啊，你破骗子啊！啊，你这个下流胚子啊！干什么啊？你给我穿上这来干什么啊？我是说，因为我知道你粉碎这个画发嘛。对啊，你非这个素描嘛。嗯，我是想请你帮我画一个发。哦，画个画。是，帮我穿的美丽、年轻的倩影，把它整个完整的记录保留下来。这样没有问题。是，那你要画什么样的画呢？谢谢，要画一个国体发。国体发是国仔条吗？不是的，这个国体发就是没有穿衣服的那种。是，都没有穿的那种啊。是是是，这样子好吗？啊，我觉得没有关系呀、啊。没有关系是？你会觉得你委屈的吗？哦，没有，我也很努力的画，我都不知怎么样了，是不是？是是是是，好。啊、那、哦，我待会儿就躺在这个躺椅上面。然后把衣服全部脱掉，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啊。那我就坐在这个地方。好，好，谢谢哈。好，那是等一下，我要等这个2分钟。哎，罗斯，你在找什么呢？是现在不是这个报纸很流行说屋子里面有藏这个针筒式隐藏摄影机吗？有啊。然后从那之后啊，就把这个录影带拿去外面市面上发行来这个公开吗？更何况你是贵族，万一这个录影带流露在外面呢？哎呦，这个名声的不得了啊！是啊，我就是怕这个没有拍到火啊，所以我特意找一下角度，哪边的录影机，然后我要尽量就让它全部拍进去，然后就还给录进来，有这特写，这样子呢，好的东西才能够美好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好，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怕他对不准我。哦，是，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杰克，啊，准备好了吗？好，好了，那准备好了，我可以开始了吗？可以。